站在我们这个宗教的立场，我们要所有的宗教，我们都要一起为这个战争做祈祷，让他们都能够战争赶紧结束，然后大家和谐的相处。再来呢，我们是做生态的，希望这个生态呢是永续的，所以这个战争都是会造成热，一个火烧山就那么热了，何况一个打这么多的弹，它这个暖化更扩大，所以我们要止战，大家不要为了生态，我们必须要止战，必须不用再从冲突里面去找和平，应该从分享里面找和平，应该尊重存在的价值，包容大家的空间，互相分享大家的成果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觉得相处之道。我们宗教是一起合作，一起要为这个世界这个战争祈祷，让他们都这个痛苦不要发生，然后赶紧恢复正常。只有找到和平的处方，才能够走回头路。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我们已经受到疫情的这个这种的恐惧压迫，现在又这种战争的一个问题，说人类是这么样的煎熬，所以我们如何不再制造痛苦，不再制造这种冲突，多元共生，相依共存，啊，互济共生，从生态做起，生态有力量了，这个才会解决，生态没有力量是不可能的，生态有力量，大家知道，我们要活下去，我们就必须要地球，要地球，我们就是要大家来保护，这个除了这个共同利益以外，可能都是自私。禅修是一个能够启发我们有根本的爱，有这个大爱会跑出来，所以当你大爱跑出来，你就可以包容所有的东西。